选，但是它三十天，我们最重要的主轴还是落在我们证明如何拥有幸福的、美好的、友善的生活里头。所以包含我们从八月份主打的亲子，九月份主打的交通，十月份这次主打的是我们的商业，在十一月四号也举办一个盛大的市集。长候选人黄素琴，我喜欢宜兰罗东埕，我们希望是友善宜居的罗东埕，好宜兰。否则呢，乱象包括环境脏乱，不是绿能的活动，跟整个交通阻塞。未来我们希望这些真正要解决，而且真正要执行。所以我们有罗东政见168号，罗东168的相关政见，期盼我们真的做得到，也期盼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做出这个努力。谢谢。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我是柯秋玲，今仔就到三号的柯秋玲，啊，这个是提供要啊，要甲秋玲本人啊，对这个咱秋玲提出来证件，哦，咱的证明认为是 OK， 哦，会记是三号，啊，秋玲希望讲，哦，咱罗东有一个好的生活、好的交通、好的文化、好的福利、好的服务，哦，咱未来咱罗东镇会在所有的乡亲认为，咱的罗东会愈来愈好。啊，希望讲对咱的不管是咱的建设也好，啊是咱的交通也好，啊是咱的福利，哦，咱感觉身为宜兰人，咱的罗东是幸福、是快乐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做一来拍拼，做一来努力，希望大家哦，这个 OK， 吴秋玲，三号吴秋玲，拜托拜托，谢谢。